大家好，这里是灵动生活。我们的手机信号无线信号经常会出现信号弱或者是经常掉线的这种情况。那么今天教给大家一个小技巧，输入三个数字可以立刻提升我们的无线信号。首先，我们需要打开拨号界面，需要输入星井803井。大家可以看到，它会出现一个高级设置。在这里呢，我们点开上面的第一项，在这里选择在休眠状态下保持无线连接，选择始终这一个选项。还有一个选项是，我们看一下拨浪频带，我们在这里也需要选择一下，选择5赫兹的频带。这样的话，我们在使用过程当中，无线信号会立刻增强，同时网络的运行速度也会提高。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更多精彩请关注灵动生活，谢谢。